无核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又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莱姆，它就只有加勋章，都是勋章，总共加上是多少？90%，没有其他的。然后这个拿到碎片的地方就精灵高原高级。现在目前可以拿到四个，一天4个，哇，大家要找，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啊？十一至三，然后8至6，5至1，有一个嘞，我漏掉一个。还是那里面有两个的，重找，也没底，没多少页啊，为什么找不到？7至3，5至1，8至6，-1，结果这也没什么用了，我找半天，这里有2至4。好，4个。然后那个商店有时候也会刷啊，但是我是没有从这边买啊，应该没人会这边买。秘密商店好像也会刷啊，但是应该也不会有人买吧？那个每日的完成奖励，我不确定有没有啊。差不多就这些地方可能会有。